過去幾日呢，大家好不容易咁睇到我哋勇敢嘅市民啊、市民啊，一齊出嚟嚟清理街頭嘅垃圾。其實清理之外呢，其實係向呢個暴徒啊話不 ，say no。其實啲我暴徒用咩理由都好，唔可以咁樣破壞香港嘅。我知道，所以呢要多說不不不。我知道有啲市民對暴力亂港呢係敢怒不敢言嘅，為此我哋大家都好痛心嘅。但係今日係我哋最好嘅機會，用手中嘅一票，用手中嘅一票嚟換翻一個香港更加好嘅未來。區議會是社會民生事務的一個很重要的平台，是人民解決自己問題的一個平台。在今時今日的時候，我們最重要的要選出真心為我們香港嚟做事嘅地區嘅代表，希望選舉之後，社會各方面能夠共同努力，真正使到香港嘅社會回復平靜，重新出發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